第五课，把门关上。鱼，鱼。菜，菜。果汁，果汁。洗澡，洗澡。进，进。他，他。Let's read. 你在做什么？我可以进来吗？请进，快把门关上。小狗怎么在这里？我在给它洗澡。我们今天吃什么？吃鱼，还有米饭和菜，喝果汁。鱼？鱼在哪儿？不好，小猫把鱼吃了。奶奶爱吃青菜，把青菜吃了。爷爷爱喝果汁，把果汁喝了。妹妹爱吃面包，把面包吃了。弟弟爱喝牛奶，把牛奶喝了。哥哥爱吃什么？妈妈，我的鱼呢？小猫把鱼吃了。小猫做了什么？妈妈，我的鱼呢？小猫把鱼吃了。小猫做了什么？二，我可以进来吗？请进，快把门关上。男的让女的做什么？我可以进来吗？请进，快把门关上。男的让女的做什么？三，水、牛奶、果汁，你最喜欢喝哪个？我最喜欢喝果汁。男的最喜欢喝什么？水、牛奶、果汁，你最喜欢喝哪个？我最喜欢喝果汁。男的最喜欢喝什么？四，爸爸，我们的小猫呢？小猫在那儿看鱼游泳呢。小猫在做什么？爸爸，我们的小猫呢？小猫在那儿看鱼游泳呢。小猫在做什么？